你的公公会偷偷计算你的精气。不是扎眼了吗？爸，你翻这个干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什么，掉个东西。媳妇儿，你可算洗完了。哎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监控。不是我放的。我知道不是你放的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翻垃圾桶查我精气还不够，现在还想看现场直播是吗？还好意思说，这么久了还不抱二胎？我就说那玩意儿就扎眼了，怎么会怀不上？让你做的事你做了没有？就你就不打算要二胎？这玩意儿扎个眼儿不太好啊。我让你做你就照着做，当初你妈怀你弟弟不就是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吧。是你不同意，我儿子能这么为难吗？怎么了，妈妈？去，大人说话，小姑娘家家插成队。你，爸，不是静静不同意，是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你之所以让我们要二胎，无非嫌弃依依是个女孩，你想抱个孙子呗。这个名字都叫了你一个星期了，怎么就学不会？爸，你干嘛呢？你也别怕，放在我身上。依依不是早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吗？爷爷下周带我去改了名字。你不想叫招娣，爸，你这就过分了吧？你们不着急，我得给你们想办法。招娣，招娣，大吉大利。妈妈，我以后真的只能叫招娣了吗？不会，你就叫依依，啊。好，依依，你怎么没上舞蹈课呀？爷爷不让我去，说是浪费钱。妈妈，赔钱货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听爷爷瞎说。哎，依依，既然你今天没去上课，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吧。我还要一个小蛋糕。哦，爷爷，新年快乐！10块。这小丫头打小就这么看重钱。爷爷，另一个红包给谁？你妈妈以后给你生个弟弟，一男一女凑个好字。这红包是给他留的。不好，不能把妈妈分给别人。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自私，丫头就是难教。爸，你说啥呢？好，没事没事啊。喂，妈，怎么样了，闺女？过年这两天婆家没找你麻烦吧？没，你放心吧。给妈还藏着掖着的，撑不住就带依依回家，还有妈呢，啊？好嘛，等有时间了就回去看你。我是真搞不懂了，你这么维护晶晶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是不知道重男轻女对一个女孩影响有多大，我就是不想让晶晶从小的遭遇再重演一遍。让你乱花钱，你凭什么要一直这样？母亲节我拿我自己挣的钱给我妈买束花，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次花在外面雇你弟吃几顿饭吗？让你上大学，给你安排工作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弟以后？所以你供我读大学是为了？你能有个学上已经不错了，还在这里得便宜卖乖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弟以后？你看不都是这样吗？这女孩子养大了，迟早是泡出去的水，是外人。你先进屋睡觉。爸，现在这家里面，您才是外人。虽然您重男轻女，我怎么劝也没用，那您还是回老家吧。你竟然赶我走，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们老白家有后？有后？咱们家是有亿万家财，还是有皇位要继承啊？这些年依依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是女生就要对你言听计从，活该被你伤害吗？这行李我给你收拾好了，车我也给你叫好了，您自己走吧。行，你是真行。妈妈，送给你。啊，谢谢依依。依依怎么知道妈妈的资生堂用完了？是爸爸。不是母亲节快到了吗？依依想用攒下的钱给你买份礼物，我就帮着参谋参谋。哎，这个人快试试，快试试来。本以为生活会回归平常，这段时间照顾咱爸辛苦了，咱媳妇的小脸蛋可不能憔悴了。咱母亲节不是还要去姥姥家吗？也有姥姥的。你真乖。好耶，要去姥姥家。你看，刚说完这就来消息了。可没想到，真正的噩梦，我妈这是才刚刚开始，怀孕了。